昨儿还下雨呢，雨还挺大，今天早上天晴了，嘿嘿。这里是卢朗小镇，小兄弟的车在我旁边，他好像也刚起来。我们昨天晚上就是在卢朗小镇的这个停车场，卢朗小镇所有的停车场都是免费的，而且都有卫生间，停车非常方便。今天天气不错，那边是雪山。卢朗小镇和波密这两个地方是我在318上最喜欢的两个地方，因为他们的环境都很舒适很安逸，尤其是现在我所在的卢朗镇人特别少，而且这个景色环境，如果我不说的话你可能都不知道我是在西藏。去吧去吧，去玩去吧，快去。但他在这儿我也是最放心的，没什么人他也不会去找人，我最烦的就是他老爱找人。快去吧。这个湖叫做卢朗湖，这是一个人工湖，湖边有这么一圈栈道，整个围着湖一圈，这走一圈应该还挺远的吧。OK， 我们去湖边转转，快走，顺着栈道走。刚才那边咱们去过了，咱们现在往这边走，这边走，快来，来，跟着我走，快来。可开心了，你看，可开心了。这个栈道是环湖一周，要想过到对岸去要走好远，但是从这儿看这个雪山特别清楚啊，雪山就在湖面上方。今天这天气真好。能不能让我俩好好吃个饭？他等什么呀？你等他等什么呀？着急。他着急想吃。让我俩好好吃个饭行不行？这是左耳的石锅鸡，今天给它热一热，里边又加了些菜。茄子、萝卜，还有什么笋、青菜、蘑菇、金针菇。啊。还有羊肉。跟我玩会儿，跟我玩会儿，跟我玩会儿。小豆芽，小豆芽，小豆芽。睡觉睡觉睡觉，不惹你，睡觉吧睡觉吧。这好像又下雨了。
噼里啪啦的又在下雨了，我说怎么这么冷呢，好冷啊。咪咪，他一直在我旁边握着，不起了，今天一直在下。这雨是没完没了的下，哎呦，最近是怎么了呀？把天都快下漏了 ，Lucky 都没法下去，他自己也不闹，他可懂事儿了。宝宝，下雨呢，咋办？雨可大了，你一下去把浑身就弄湿了。你看，啊，这雨真讨厌，这雨真讨厌。你看，他也说这下雨真讨厌，他会跟我对话。我起来以后被子都来不及收拾，这俩猫直接就上去了。妹妹啊，哎呦，你睡我的床舒服是不是？小豆芽。小豆芽，你看这外面这雨下的，算了，被子也不收拾了，就这样吧，反正晚上还得盖。我是不忍心打扰他们。看我妙妙，妙妙这两个大长腿，女主播。看见你这个鼻子，我就嫌你像个小猪。你咋不上去跟他俩一起睡？你也上去嘛，上床上去。我那天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梳了半天，梳掉好多毛。这雨下的人也出不去，是狗也出不去。我本来想洗澡，算了，今天晚上再洗。这块用水倒是很方便，那卫生间里头也不关门，随时想接水就接了。车里水现在是很充足的，而且这个停车场呢还有充电桩。头发磨乱死了，我就随便先这样给它绑一绑吧。头发最近长长了，哎，就这样绑起来吧。我这个手指甲盖好像快脱了，但是它就这个棱着它挂头发，前两天给它裹了个创可贴，你看这手现在成啥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搞不清楚，是胶布过敏吗？换了一个停车场，遇到的两个小兄弟。他们昨天晚上就挪过来了，跟我说这边的卫生间干净，我就挪过来了。这会儿他们正在做饭，我去买点喝的。看这边的云，今天是整整的下了一天的雨，刚才有一会儿还下大雪呢，那雪片老大老大的，我们都兴奋坏了。结果我从车上下了两分钟，雪停了，雨也停了，正好一会儿我们在我车上吃饭，因为今天他们做饭了，有炖肉的，还有煲仔饭，我呢就去买点喝的，大家晚上聚一聚。我的停车场就在红绿灯的那个角落角角，就是那个绿色的箭头指的那个方向，就是我们的停车场。然后呢，顺着那个红绿灯这条路走进来，这就是卢朗小镇的里边了。这里边超市啊、饭店呀很多的，而且卢朗小镇里面停车场特别多。那这也是一个停车场，你看这停车场还没有车，但这个停车场没有卫生间，所以你到卢朗来的话就不用愁说是没地方停车，到处都是停车场。从这条路进去就有一个超市，
看到处都是这，此生必驾318，这是典型的藏式建筑，转经筒。基本上隔上一小段就有一个超市，很近，这边就有一个超市，生活购物中心，去看看有没有我要的东西。拉萨啤酒，来几罐吧。